反应非常的强烈啊。那我不希望说我是校务里第一名的营长，我是编舞大校的副主任员，我今天代表我们社区出来开这个会，当然时间上我也跟营长反映非常的充足，这个通告我们贴了公布了，很短很短的时间，这个是真的是实际这边的作为有点疏忽掉了。那我想个人建议，是不是能够以后再办一次公听会，或是说说明会，然后把这个时间在三个礼拜之前给我们收到，我们公告所有的居民，或是说我们的住户周知，让住户自由意愿来参加。当然我个人哈、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因为我们说，我这个说明书我也没有看过了，说明的是都很详细，但是我们在15年之前啊，我好像有办过一个公投，那个公投就是因为直接要开医院，所以很多的大护理的居民啊，我们以前是大护理的，后来我们变成大护理跟秀护理，所以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，如果实际近期要办在这个地方盖什么活动中心啊，或者什么任何单位，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切结书，切结不开业？因为我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的那个居民啊，尤其年轻人，听到的都是比较有疑虑的是，那实际去开业，因为当初10几年前我们就是公投，就是拒绝你们开业。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我相信反对的声音会比较小。好，这是我个人的小小的建议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刚才那个主持人李先生啊，是要麻烦。